他被当鱼丢进去储藏室，好，他就被扔到船底的储藏室了。在这个地方有那种好像那种桑拿蒸汽般的那种热气，然后又有那种混杂着那种鱼腥味，你知道？这感觉就是那种不常使用的感觉，然后这个恶臭就直接都没有消失了。反正很恶心就对，你把它想象很恶心就对了。然后在这个储藏室里面有一个小灯泡啦。啊，在这个储藏室怎么可能有座位呢？你知道 ？Seki 对啊，座位就是当然是没有看到了。就是反正都被当鱼货丢的就对了，哎。那就是多勒库拉伊卡卡伦达，应该是指说和本土到底有多远呢？在这个被四个角切下来天花板中的入口中，我们看到的是一个，然后好像是就要眼看就要落下来那种闪闪发亮的星空，然后基于那世界自由的世界，它就好像是被一个鱼货关着，那样子。这就好像是电影的嘛，那从那种英雄会从这种探头出来那种感觉啊，这个窗口。待ってた俺だかすかねもう大丈夫哦，我已经来了，已经就没问题了，那种感觉，就好像那个我的英雄学院说，那个谁，那个叫什么名字啊？我的英雄学院因为太难看了，我连那个主角叫什么名字叫什么？反正那个肌肉男啊，叫什么名字啊？他就说我已经来了，不用担心，就是那种感觉，哎。いいか、おとなしくしてるんだぞ。听好了。你给我老实一点哦！就在那边看到的是镇长的脸，关起来了，啪嗒！最后的希望就这样被切断了。しかない、とりあえず找个角落坐下来吧。然后蜷缩着身子，然后边颤抖边发热，然后度过这段旅途吧。好空虚啊，就跟我一样，好空虚啊。欧尔麦特，对，欧尔麦特。欧尔麦特，欧尔麦特。但是呢，我好像在行李和货物的间隙下面，好像发现了什么东西。好像有听到呼吸的声音。然后这里就是有人万众期待、万众瞩目，终于有妹子出现了啊！终于有妹子出现啦！干马克在代打一四哦，也是蛮狂的，代打一四。哎呦，我是没有心情帮要代打啦，应该说我同学要打雷打完了，不用代打了。从后面传来了一个，传来那种声音就对了，不是空气那个有吗？就是。反正从那个空间传来一个声音就对了，哎呀，绝对不是放屁，靠北。毕竟呢，我的屁这么可爱呢，绝对不会是那种，哎。
这么甜美的声音，一定是那种啊，那不灵，啊那噗噗那种感觉，噗噗不灵，哎，我不知道怎么形容，哎，反正就是屁的撞声词，哎，屁的撞声词。これはそう。啊，是个妹子。啊，这种感觉，哎。是女孩子的睡觉声音，嗯，不错不错。那谁，怎么会在这里呢？怎么在这种储藏室会有一个女孩子呢？哇，太让我兴奋了吧！嗯，瞬间，我那灰色头脑转了起来，你知道吗？动了起来，叮叮叮！哇，想到一个很好的 idea。干，我的聊天室坏掉了，还是我的直播坏掉了，我就看不到，哎、欸。看，等一下，我看一下。张张，哦，我看到聊天室了，张张，我现在是画面不会动，但是我有看到聊天室写张张，欢乐颂中有妹子啊，大家都是为了看妹子，你知道吗？不是为了看这个肉肉等的台词，我知道，知道，知道啊。これはまずい啊。我可能なんでこのやってしまった？我究竟是为了什么才来到这个岛上的？对极端不喜欢，你知道？对不喜极端不喜欢，就是不喜欢我的人啊，那个理由极为单纯。哦，人体贩卖，人身贩卖就是肉，那叫什么？人口贩卖啊，人口贩卖。哎，哦，所以他觉得这个岛上其实有一个违法的事情，就是说他们会在深夜偷偷的把女孩子就这样卖出去，卖到本土去啊。交易对象一定是大人物、政治家和当地的名士，也就是说，可能是把这些小妹子啊，然后卖给那些政治家，然后供他们玩弄，玩弄，玩弄，玩弄。作为这样的事情，我实在是无法说出口，你知道，打在那里那种现实的黑暗面的那种所作所为。算了，我是不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的。Konoko， 所以为了阻止这个人口贩卖的事情，我要拯救这个小孩。待っていたな。久等了，既然我已经来了，就没问题。好，没问题，没问题的话，我要先装个水，我要装个水。好像睡得很熟啊，啊，该不会是被安眠药给灌下去了吧？哎，卡哇伊索，
就是他觉得他是被下了安眠药啦，所以才睡得这么沉，然后被送出去当人口贩卖。哎、欸，这时主任走进来，哎、欸，干，刚才出去的时候，其实这个画面非常的还 OK 啦，健全，这个画面很健全，这画面很健全。妈妈，どうして？妈妈，どうして？就是妈妈，为什么？为什么你要抛弃我这样的女孩？这样感觉啊。哦，他觉得这个男的说，这个女孩是被母亲骗到这个船上啊，啊，好可怜啊！可是哦，都是了吧？一该怎么办呢？我的双手被束缚住了，因为他被绑住了，被人口贩卖嘛，所以他双手其实是被绑住不能动的。如果说我喊太大声的话，就会被上面的那些开船的家伙注意到。所以，既然这样的话，我也没办法了。这个不就是他偷偷用他嘴巴去亲的那个女孩子一样？我真的觉得奇怪。哎，你去用手顶她就好了，你为什么要亲她？你用那个肩膀去撞她就好了，为什么要亲她？真的很奇怪，展开超级奇怪。秘技，就是亲吻。在古时候呢？这个亲吻，这个沉睡的公主呢，就是要受到王子的亲吻啊，才会醒来。自古以来，吓到醒来了。哟啊，刚醒来的公主啊，お姫様，お姫様那透彻亮丽的眼睛啊，然后细长而清秀的那种那个头发。我刚才去装水的时候，你知道吗？你说那个他们在开会嘛，他们其实没有关门，你知道吗？如果今天我是实况舰娘，然后捞到船就休息休息休息，一定会被扣杯，不行不行。幸好今天不是实况舰娘哦，还好还好还好。然后不知道为什么好像非常胆怯，就是看到我好像非常胆怯。爸爸被打了。不这样感觉，他的那个侧边的，就是他腰啦侧边的地方被高高的踢了一下。那私にキスを！你刚才亲我？安心しろ，我只是亲你的脸颊而已啦，而不是亲嘴巴，对不对？そういう問題じゃねえ！不是那样的问题，好不好？惊慌失措什么呢？对不对？もっとあんなことやこんなことまつえこじまされたんじゃないか。难不成你还希望要做更深入的事情吗？公车小好变态啊！他亮出了一把蝴蝶刀，那 butterfly 的那个刀子，蝴蝶刀。为什么有蝴蝶刀子？私は決めたんだ。我已经决定了。我好像，你知道，自己内心好像被驱赶着什么，你知道，然后自身有点那种嚷嚷着，在嘴巴嚷嚷着。自分の身は自分で守る。就是自己的身体只能靠自己的守护，你知道吗？靠自己的保护。待て，我是你的队友啊！私に味方なんかいない。私は一人だ。我没有任何队友，也没有任何伙伴。我一直以来都是一个人。我也知道你是这么想的啦。所以在这个 Husake Nai 的，就是这个叫什么？达卡拉こんなふざけた，就是这个仿佛在开玩笑般的世界中，我们两个人偷偷的逃走嘛，然后就能成为一个自由之身的。啊？你确定装水不是靠干的？公差小看一下。那我看自然你变态的声音都被后面主任听到，不会，我这么柔情温柔，你知道对不对？听起来又这么沉稳，哇，这个替代一男，哇，看起来很可靠，哎、欸，
在这边努力的开实况，然后奋发向上，然后练习口才，然后又帮观众翻译日文。哎呀，非常有可造之才，未来前途大有可为。重新考虑了吗？あんたに私の何がわかるってんだよ！你到底懂我什么东西啊？你到底了解我什么？你说。不，他这样子刀子要准备挥下去了。就是这个刀刃的长度怎么想都不是那种可以随便乱挥的东西啊，然后从我的衣服划了过去。首先要先制服住那把刀子才行啊，不然也很危险啊。所以我现在什么都还没有明白，所以说先告诉我你的事情吧。 Kimi no koto， 一步一步慢慢的靠近了这个女孩，为了表示我没有任何敌意，然后一点嘛阿库马德斯过去之子，就是一点一滴的慢慢靠近这个女孩。人类是一定互相理解，一定会互相理解的，就好像我和你一样，对，就好像我和主任一样，他们一定会了解我，用心良苦，在这边开直播，用心良苦，他们一定会知道，用学士网络，用这么烂的电脑开直播，他们一定会了解的。よし，就差最后一步了。じゃあまずは。あんたのことを教えてくれ。真的互相理解了。那你先告诉我你的事情。我就在等这句话，成为这是一个决定性胜负的关键。毕竟呢，对不对？因为我几乎不了解我的事情啊，但是他可以开始瞎掰嘛，对不对？我在想，所以我唯一能明白、能了解的是，俺の一物は。他是说一滴墨汁就是我下面那个东西，长度是八厘米以下哦，就是藏得住，因为他那时候不是说 CD 吗，应该藏得住，所以是八公分以下哦，但是在使用的时候会超过八公分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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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女孩子的手突然放开，然后刀子滑落，然后脸色变得很清白，你知道吗？变态，过去困难。困难，你这个变态不要过来，你不要过来哦，过去困难。哇，他远离我了，至少达到目的了嘛，他远离我，你就太危险了，拿刀子在那边乱挥很危险，会挥到我衣服，对啊，那至少达成目的了，他远离我了。啊，瓦格达，瓦格达。我就在这里，我不会动，我不会动。我大西瓜库库尼鲁，为了让女孩子不要害怕，我慢慢的蹲下来，然后捡起了在地上的那把刀。萨德，就是准备用这个刀子把她的手腕割开。看我怎么看都觉得很变态啊，超变态。こら、うるさいぞ。什么东西？没讲。前途堪忧，在学校玩格洛盖怎么想都不太妙。干，共差小，不会呀、啊，我是分得清楚场合和时间的人啊。哭了，我塞就是那个镇长突然走了下来，说：“哦，很吵哦，西马达啊，得赶快把刀子放在裤子里啊，你看不见。”おとなしくしていろ、もうじき出航だ。给我老实点啊，马上就要准备出航了。可怜买醉，好不容易，那好不容易已经把刀子放在手上，万一船开出去就回不到这岛上，你知道吗？那他卡多伊的，就是也就是说，要现在要突破这个重围，这个男人是一个障碍，加马达。要杀掉他吗？用这把刀子？等一下，我怎么觉得音乐屯片很诡谲啊？对对，BGM好诡谲哦。哇，这音乐不错、哦。我现在声音没有很大声，我没有切很大声，但是感觉毛毛的。我要杀人吗？
索纳诺，我不是为了拯救这个世界，早就做好这样的觉悟了吗？哎，可以过来一下吗？这边好像进水嘞。他就跟那个船长讲，这边好像进水嘞。难道图？难道图？你说什么？然后那男人就走了过来。どこだ？どこも浸水なんてしてないじゃないか。哎，在哪里？怎么看都没有进水啊。然后呢，他走向了这个正在认真老实检查的那个没有任何防备的背影中，就是那个背后中，然后用刀子顶住了他，安静的、冷静的，然后正在找机会伺机而动。嗯，被发现了！哦呀，还没有被发现。那个镇长看向他，他不是发现他，而是与那个藏在这个暗处的女孩子眼神交汇了。伊巴达，就做现在，错过现在就没有这机会可以暗杀这个镇长了。Colin， 夏莲 ，Colin， 这叫夏莲，这女主角叫 Colin。欧亚基，真的哦，所以这个镇长是这个女孩子的父亲。哎，哎，大哥，余計なことをしてくれやがって。哼，你真是多做多余的事情啊！哎，俺は，哎，我被一个明明是我拯救她出来的女孩子骂，是一个，就是为什么？就为什么我明明救你出来，我却要被你骂那种感觉？カレ、なんだその口の聞き方は。大体お前は町長の娘としての自覚がだな。カレ、你身为一个镇长的女孩，你在用那什么口气说话的方式，就是那种不文雅的方式啦。你明明你有没有身为一个姑娘的自觉啊？那种女孩子的自觉。所以我在想，推想他们在1999年代的那个时候，应该是一个蛮早期，然后那种男尊女卑那种感觉。然后女孩子就是讲话都要温文儒雅，不像现在女孩子都可以干你鸟事啊，然后什么什么东西的、啊，操你妈的这样子。不是。親とか子とか、なくだらねえことどうでもいいだろう。父母和孩子的话怎样都可以的吧。这个女孩子的名字叫做库鲁兹卡莲，库鲁兹就是这个镇长啊，库鲁兹啊，对啊，就是这个镇长的女儿。对。そんな为什么他的女儿会在储藏室呢？对啊，这女生储藏室。おい、あんた、あんたのせいで計画が全部パーじゃねえか。全部パーじゃねえか。所以我推断是说，这个女孩子想透过这个船，然后逃离这个岛上，结果这个计划呢就被这个男的害得全部都泡汤了。こんなクソ田舎から抜け出して本土に行くっていう計画がよ。哎，我原本的计划就是逃离这个鸟不拉屎、鸡不生蛋的乡下，然后前去到本土的。哎，啊，这个理由大概是这样子、啊。またそんなくだらないことを考えていたのか、この不良娘が。不良娘だ、你这个，你怎么又在想这么无聊的事情呢？你这个不良少女。大体島を出てどうやって生きていくつもりだ？宿はどうする？食事は？她这个不良女应该，穆斯梅叫做不孝女啊，就是不良女不孝，应该是不孝女，我不知道。就是说，因为她下面这句话是说，你明明是在这个岛上出生的，对啊，你离开这个岛上，你要怎么活下去？那旅馆怎么办呢？就是不是旅馆了，住宿怎么办呢？你住的地方怎么办呢？然后你的你要怎么处理你的食物呢？对啊，你一个身为一个还没未成年的少女，你逃离这个岛，那没有人照顾你怎么办？那么どうにでもなる。私はまだ若いんだ。那どうにでもなる。私はまだ弱いんだ。那么，是啊，反正不管怎样啦，我还年轻啦，所以这些事情应该没什么问题的。人は一人では生きていけん。ましてやお前のような子供はな。就是一个人是没办法生存下去的，何况像你这样的女孩子。像你这样的小孩子啊，私は子供なんかじゃねえよ。已经不是小孩子了。
我就好像被放置在一旁，然后欣赏着这个妇女的吵架，你知道吗？とにかくこれはチャンスだ，这是一个好机会，脱离的好机会。趁这两个人在讲话的途中，通通从裤子拿出这个刀子，然后把我手上那个东西割掉吧。啊，解放了，解放了。他的手腕的那个稻草绳切断了，然后准备要，简直就是要当局，就是当秀，就是准备冲刺逃跑了。啊，扣了！啊，你扣了跑什么？嘿嘿，想抓住我就来抓我啊！カレン，お前は警察を呼んでこい。カレン，你赶快给我去叫警察。啊？なんで私が？为什么我要去办这种事？いいから早くしろ。いいから，不管怎样，赶快给我做就对了。那在这父子的吵架继续吵，然后我就趁这个时间逃跑吧。对啊，然后就逃跑了。呀哦，我的妈，自由啦！终于我自由了。跑走，跑走，跑走。身体还年轻，你们这很变态哎。对啦，女孩子年轻，没有钱的话就卖身嘛，这很简单的事情啊。我觉得这其实也是一个行业啊，对不对？台湾只是把它丑化了。你用你自己的身体赚钱，没有分贵贱啊，只是因为在这个社会上观感上没有那么好看的，但是其实你也是靠你自己的身体去赚钱，我觉得也还 OK 啊，对啊，所以你说身体还年轻，我觉得也是一个本钱嘛，对啊，有人说年轻就是本钱嘛，身体也是本钱啊，年轻的搭配不是本钱吗？对啊。为什么我还没有跑多久，我的心脏就好像快停止的感觉？不只是心脏，我感觉我的腿开始松软了。いい加減諦めろ。この島に逃げ場なんてないぞ。你还是放弃吧，这个岛上是没有让你可以躲藏的地方啊。我的后面还是，就是你知道，就是镇长的那个声音好像逐渐逼近我了。但是呢，我好像。对我自己来说，就是他刚才不说，好像心好像快被切掉那种感觉，然后脚已经无力，就是他已经没有任何体力可以逃跑了。おかしい。这样的话，こんなはずじゃ。所以不知不觉来到这个沙滩，这简直好像是什么大病复出的病人呢。然后抬头仰望这个一面的星空，耳边传来了。亚沙西就是温柔的那种海浪声。头里爱子就是这么说起来，我最初醒来的地方也是这个地方，就是这个白色厅究竟会持续，就是会延续到多远的那个白色海平面上。すべてで就是这是全部的一切开始的地方，在这个持续着漫长的旅途之中。明明好不容易才抵达这个地方的，就一小刻，我的你玩穆里达鲁卡，我想这是不可能的吧？我已经到极限了吗？零，自然的，我的嘴巴吐露出了这样的话语，就好像是从刻在心里面的那一个。记忆中，然后那个词就是那个令，它的令字，那个 kotoba 那个话语。我想要，我为了我来到这个岛屿上要拯救的那个少女的那个名字。啊，我看一下，在国小讲卖身，小智堂大大没问题吗？不会，他们主任还在开会，还在开会。我准备再过九分钟就要闪人了，没事没事，蒙呆耐呆就不呆就不。所以我们要去东京。没有，就量力而为，量力而为，有钱再说嘛。但是，请不要跟未成年女孩子性交，好不好？我们这个身为一个健康台，哎，你可以去做一个合法的买卖，但是不要去找未成年少女，哎，真的啦，真的啦，哎，对对对。莫，你多多可爱奈，就是再也无法拯救的那个少女的名字是林呢，林音。林音，so，doki data。
是时候到了。哎呦，走过来了。哦，女主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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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哦，这是一个用力踩在沙子上的声音。Dare？谁？映入眼前的是一个穿着一个奢华的两只脚。どうして？为什么？既然为什么是夏天，但是却穿着长袖的巴克，就是那种外套啊？どうして私の名前？为什么我的名字？そして，在这个和这个星空之下，这种不相称的帽子。もしかしてあなたは？OK， 好，我们今天就实况到这里好了。我把这个图片截下来，不错，好图片，好图片，好图片，截下来。好图片，好图片，好的 ，OK。难道是你的名字 ，Setsuna？ その顔は，那张脸非常的令人怀念，那个声音非常的令人朝思暮想，所有的一切就好像是那种。眼泪流露出来般的那种爱意呢？哎呦，西库德，我的哇，我还没有结束，まだ終われない。この場所では終われない。在这样的地方还不能结束，请你以后啊，我可不允许你以后之后事后道歉的。哎呦，那尤鲁塞库德。我看一下，我看一下，少女与心交地，然后怎么颈部的那一幅就是那一幅，为什么是脖子有刀子啊？我看一下，就是那温暖的体温，然后瞬间感到一阵的那种胆怯，然后改变了主意，手又握紧了刀子。お前何を？哦，所以是说他好像拿着刀子，然后被镇长看到，然后镇长怀疑他是要拿刀子捅这个少女了。在后面追了上来的镇长停下了脚步。哦，我懂了。他现在，我刚才懂他意思啊。他上面是指说，他与这个少女交错，然后把刀子架在他的脖子上了，然后。就因为架在他脖子上嘛，在他背后架在他脖子上，所以他感受到了这个少女的体温，然后有一瞬间的感觉到这个少女在害怕，然后他就说，我让你就是如果说你如果在不你如果不放跑不让我逃跑的话，我就把这个孩子给杀了，无所打，不管有什么理由，我都不可能把这个孩子给杀掉，因为我必须要杀的是。バカな真似はやめて、ナイフを捨てるんだ。今ならまだ引き返せる。别干傻事，赶快把刀子丢掉啊！现在回头还来得及啊！呀，啊，已经不能回头了，我只能前进了。不要再让我说一遍哦，放过我，你要让我逃跑，放过我。Because， 哎，在这个陷入了焦灼的情况下，就是这个。这个场合，这个焦灼的场合下，不知道持续了多久。卡脸跟那个警察都跑过来了。什么？ついに本性を！哦，你终于露出你的本性啦！哦，那突然来到了，突然有另外两个人来到这个场合来。对对对。然后一个是你知道离家出走的少女，是看到这个场面，然后惊讶的，然后。就是悲鸣声，然后但是他呆立不动，你知道那种感觉。然后那个警察拿起了手枪，然后对着我。但是呢，有人质他应该是不会攻击啊。我绝对不会我的存在啊，绝对不会对这个岛屿造成不好的影响了。我是来拯救这个世界的啦，你懂吗？
因为我只是为了拯救这个世界，所以才穿越时空来到这里的。それはお前の妄想だ。お前は病気なんだ。这只是你的幻想啊，这是你的疾病啊，你产生了幻想的疾病啊。看一下，真的在观众里的话，看这样明天就要被隔离了。我看我明天就要被送那个辅导教育了，我就回成功岭辅导教育了。奇怪，不是，因为我好不容易遇到了艾达，我要拯救的那个少女，我终于和她相遇了。哎，如果说这只是妄想的话，我就不会遇到和她相遇啦。对啊，如果只是幻想的话，我们就不会相会啦。大卡拉，我相信我自己，我相信我是为了拯救这个岛屿、这个世界、这个少女而来的，你知道吗？你你你，好好，我们今天时光到这里了，57分的差不多了，我们再跑个两，再跑个几分钟就好了。在这个时间，然后在我那个臂中嘛，因为他用刀子架在他脖子上嘛，架在他脖子上，然后这个成熟的少女第一次开口了。竟然在这样的情况下被刀子架在脖子上，竟然还没有任何的动摇，然后他发出了凛然的声音。あなた、名前は？你的名字是？俺は信じて、そう決めた。我相信我自己，然后我这样决定了。だけど、その他人は死んでるほど。为此，我觉得我应该有一个应该要知道的事情，我到底是谁？俺は、我就是我。わからない。セズナ，你应该要回答セズナ。我先存存，我先，没有的话储存吗？快点 save， 可以储存。我先快速储存，然后我应该回答セズナ，因为他在故事前面有透露说他叫刹那セズナ。セズナ，いつか，究竟是谁帮我命了这名？就是我，セズナ。好，那是一个好像是一个遥远的过去啊，正打从母亲娘胎的时候，也许是。那样如此遥远的未来也说不定啊，就是这个名字啦。だけど、いつだっていい，不管是什么都好，但是呢，不管什么时候都好啦。但是我就是，我觉得我叫せつな。俺は、俺の名前は。せつな。せつな。在我碗中的这个少女，一而三，再而三，不断重复着这个名字。微笑了，微笑了，笑了，笑了，笑了。皆さん。お騒がせして申し訳ありません。皆さん、就是不好意思，各位造成了这样的骚动，真是不好意思了。突然，他突然冒出了这样的声音。この人は三千回刹那。这个人是三千回三千界刹那切那，是刹那，刹那吧？刹那，他翻切那，刹那，刹那应该怎么看都是刹那，刹那 F 赛耶就是那个那个中二的那个钢弹少年。好啦，今天58分9点了，我先实况到这边，他们应该是开会还没开完。其实照理来说，我应该是可以实况到9点半，但是我今天早点走，我还是不想留这么晚，也要被白眼光看，那我先把它存档。あら、さすがはた。セーブ。ほら、ちゃんと覚えておきなさいよ。この人は3000回セズナ。3000回セズナ。好，那就先。那明天的话，我会回家一趟，不是回我会回家，对。然后礼拜六要来学校帮忙迎新他们的迎新活动，所以我礼拜六是不会去台北的 FF， 所以今年我也不会在那边发那个什么 FF 的开场盛况啊，什么什么一些场内速报啊，这种不会。但是呢，如果有粉丝愿意提供消息给我的话，我也是会那个再po到物语魔物语上面。对，好，那今天大概就实况到这边，那明天会继续实况这款游戏，晚上，对，然后礼拜六，因为礼拜六我是迎新活动是到中午，那我下午就放假了。那下午之后我会再开进凉台捞船，大概是下午晚上吧。可是我觉得大家如果去 FF 的话，应该不会开这么早，应该会开晚一点，大家开晚一点。然后我可能下午先剪我的芯片吧，反正我还有影片要剪，对，
大概是这样子。好，那今天就先开到这边，那明天见了，拜拜。那我先把游戏关掉，不会那么早关了。システム設定を変えたいとか、やめるんだ。不要害怕，不要畏惧啊。好，那感谢各位今天收看啦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拜拜拜拜拜。